今天八月十几吗？十六。对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昨天十五了，哎，厉害厉害！他今天无公斤枪呢，吼，他今天八月十六，八月十五是什么节？中秋节，吃月饼，不，你确定不是吃肉粽吗？吃月饼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柚子哦，柚子哦 ，OK， 好好好，不错了不错了哈，好，那康康今天的自选曲要带来的是什么呢？今天要唱那个沈文成大哥的《五月十一》下晡，嗯，这就是腔啦。八月十六伊要唱五月十一啦，不然伊的时间就过得较慢哩。是啦是啦，伊跟咱过的时间就无同啦。吼，啊这嘛伊的特色啦。是啦，好啦，五月十一下晡，好，来欢迎腔腔，谢谢。你会唱吗？谢谢大家。